as we lie. Beneath the stars, we reach out. 吃饱了都是黑心钱啊。 您的全方位理财管家。 你拆我的斧子，他手里还有桃子。 有这半件要留啊！藤角也想拆，他坏了想拆，拆藤角。 拿了一个进，还拿了一个战功啊！ 然后他。
不到啥。他虚报啊，他的意思是就是他那个 AK 想留着秒三拳，但是他起不到杀这个意思。乔治后期没有什么人，他想敲胡子，你猜？行不行？收领导了，这么收吧。我现在是怕带不走王毅，我怕孙权手里还有桃子。哎呦，被乐了，神乐！这下就不好打了，这神乐在这里就不好打了。他知道我这一下肯定是要收王毅的。没有那么好的，你就要添过了呀，无限。手上还有个武器，我从前手上的武器。不好打呀，廖化这边状态很好，打不动。就是一波带不走完。这不好做的，你在不。我输了王毅，我又输不到牌，我可能弄得死你吗？他去救王毅。毛病吧，这廖化！哎，你飞了，你开心就好。不知道你凭什么？星辰那边还刚选满他，他漏了。看一下星辰还是不足，刚才杀过。不行，家人。剩下四血了，可以控一下了。之前的目的就很明显啊，就拿下就行了。他说这个装备，孙权这个装备基本上就是。这寒冰好讨厌啊。